心有灵啊，即间气啊，穿到咱的脑神啊，稳定啊，将着清净的心意啊，塞入来咱这个脑神啊，是咱对得到现主席的接触啊，咱用着灵感啊，这个感觉性啊，传递咱即马清楚的神啊，是咱道家照着母爱圣意啊，传递咱的脑中心出现啊，咱这个声。拢是音波、电波啊！这个气场，我用着这条先天的力啊，杀出真元的天界，铺在脑中啊，自在，使咱出现这条灵性，倒转啊，回报的心。直通咱的灵性恢复即阵心明，这是清净的天。阿母啊，这样顺的心啊，是咱有稳现世心，咱才有这样啊顺清咱的心。有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落在顺界天理啦，真元的天命，落在咱这个顺的心，是咱安定这点气，咱找到清净的心性。带予咱这个愿的天命啦，拢是掀开咱的灵性，顺着这么稳天性。你有这条清楚的天理，咱才有母娘啊，落家的心，这是清净的天界。咱有元天自在，上天的灵性现在咱现在这个心，我有恢复这个雷定点，咱叫做心中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理通灵，咱的元心真灵的天界，普咱为主的神，我有这点灵气，带咱顺当来这条心灵，是咱回到真元的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倒当来咱的天性。灵魂的天意啦，落在清净咱的心，向在清楚咱的脑神，铺在这么顺的心，真元的天意啦，落在顺甲咱的心定，我有。母啊，这条灵气献入来咱的心，顺性啊，是咱有稳这点心，献伫这么顺的性，真元的天性啦，落伫献出来的心灵。阿母啊，有这点气啦，打通
咱这里孙的心，是咱有无这条灵性开发本性命，拢是孙登来的心。咱才有这么稳固心，这是顺着天缘。母啊来讲，着心清清啊，对着元天，咱的本意啊，落地出家，这个心，得通这个灵性，学着啊，咱的天灵啦。真元的天理，使咱进入来元神，自然的天性，落地现出来心情。我有这条先天理啦，来讲着顺家的元神，是咱这条先天的出生。我再来讲兑现老母的本性，是咱找出着先天神灵魂的天界啦，顺着清净中的自在，是咱这条本愿心落地现出来的心。这是咱清楚的灵气，回到清界，咱的心灵魂的天性。我对着现开的心性，是咱保留一点滴落在灵界来做主啊，是咱清净。这个天界铺在母啊，这个心内啊，拢是正法的天理。我落定顺心，灵魂伊的天界清净一点灵，既然无这么清，是咱恢复。先天的本性，带咱有稳这尊神，这是清净的天理，落在顺家的心意，拢是取咱灵魂这条灵性，是咱有稳这点气。现在咱这么顺的心，我有找出着先天神，回咱有无这么啊静？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一个现出来心灵，无形伊的法界，就证咱出神的自在。这是元天的灵气，走回清净的心。我有无形这条灵性，现在咱的心神，是咱落定这点滴，掀开咱老母啊的心。你有这条先天的灵性。带有咱这条清净灵魂，伊爱咱的命，进入到清界，这个心神是咱道家。今仔咱照着母爱圣意，传着咱内定这粒心，开发灵魂这个灵性。来到自己呀，这个灵性，对着实际咱的天界，护持老母这个灵性啦，
真源真理归道性，导咱其中合神，灵魂伊的天性，只有咱行路神，真理的天源，取了心灵的本意，拍通原始的心，找出着先天原意啦，真源的天界，虚空自在，是咱这条先天心啦。我有一条先天的元气，自然显开啦，是咱这条先天命，带有咱老母这条心，这是咱主要通天灵。我有随着现世境，转咱有无这条灵魂，这是咱清体的灵性，一个现开咱的本性，聆听咱这个天性，一天顺回来咱的天命，这是清楚的天啦。我才有这么顺的心意啊，灵魂伊的灵气，只有悟到先天的元神，出现这个灵性，咱倒转来清咱的心，这是无形的灵性，一个顺回来的天灵伊的元神，自然显加咱的心境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理，我的清净的心意，是咱有无显的清神啊，落加咱的心气啦，这是清净的顺性。咱对着现开的心神，你有这条先天的理，我再来行倒转来顺家的心，尽管这点气，爱咱定住元神的味啊！我有这条正天正元啊，是咱清楚这个心意啊。灵魂集在清净这条灵家，现在咱顺回来这个心，烫咱灵源这个无性啦。定住现住时的天意，是心照出来咱的原形啊。灵魂这点气，只有用清净咱的心性传来本意道心，转咱显露安定，是咱一条先天理啦，传达着金宝道心灵，恢复咱的灵性，顺着正法本性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灵性，悟到清净的心，咱有这条灵魂，来讲到顺家的心意啊。这是咱清楚的心，来讲到元天无量意，将到清净这条心，咱照元天老母的性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，铺在咱这条
先天的自在，灵魂伊的灵性，只有悟出咱的心神，这是清楚的天，咱才有这么稳固显的明，出自咱这条先天性，咱带有怨天老母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的原心，落地显出来的心性。我带有无形界的心境，再来悟出到这尊神，这是清楚咱的天界，普在咱即马清净神光啊，一条正法的灵气，亲身行回咱的心，明白咱这条灵性，开源咱的清净，这是无的代表性。咱定住即马这个气流，通在咱顺家这个理，是咱直通，咱才有这么精的心，通在咱的源和本，出咱这条先天的理，内底上界清的这条灵性，这是咱顺家的本性。落地原体灵性，真源顺家无娘心，开源这点意，是咱清楚的心。我才有这么稳老母啊的心，将着清净的天，咱归落来。顺道回来的心，你有搁再顺家的心灵，咱才找出到法的本性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咱对着掀开的心，带有咱这条先天的原心，将着清净的天。咱来讲顺家老母啊的心，咱有这条先天的理，行回正当老母啊的心。你以这点先天的本性，咱只有掀开道家的原心，这是清净的天理。带有咱老家老母性，真源拢是天意，出定是咱的心，开源本意在天灵，恢复出家心安静，一个通灵的天，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心意啦，这是。咱的天性，最火啊！咱的天命，灵魂伊的天理，只有增长咱即马的原性，是咱归元这点灵气，恢复着咱的本源心，是咱顺着先天的灵性，带予咱一个。通灵的本性，灵魂的天意啦，我落来上天神，无形的法性，来讲着顺家咱的心神，这是咱清楚的灵性，来到清净中咱的天灵。母啊，伊的法界，只有来讲着清净，咱的心性啊，这是元天的灵气，
恢复到这么顺的心定，咱有落架这个灵气，再来讲行顺咱的心，向咱这条灵源的灵性入来，这是咱清楚脑神这根气入伫咱即马这个心开到内底内底静掉咧。这个原能，这是咱的力啦，咱的感觉啦。话讲做道力，力道啦，是咱照着这个天意，心内底你会当做主，心咱的灵性感觉，咱这尊神啊出现，真愿会天理啦，大宝道灵见原体。真灵的天界，显灵自人心，接回天空咱的天意啦，落伫正源脑中里啊，是咱取着原体、原形本无这个气场，这是咱的心接受着咱即马。这个元灵元性啊，这根气是咱这点灵魂最主啊，咱的心，这是咱的中土中央。咱要讲到这么顺的灵性，通咱这个心稳定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理啦，对着。咱的四方徛在中位，咱倒转来源头，予咱这条先天的性，入伫咱的中心，归咱这条先天的性啊！这是咱正法的天界啦，铺伫咱的理呀、啊，自然心、灵魂的天意。一股清净，咱的心性啊，是咱对着无形的法界。你再来讲对嘴，咱的现在，这是清体的灵性，顺着恢复的天性。某啊，有这条灵魂，咱再来行，有稳定的心。咱有一点清楚的灵气，转伫你即马一定的心性、灵魂伊的法界，只有净出着咱的心。我有一点灵性，带予咱单纯的天命，拢是原体这个灵性神功啊。咱的本领，将着正法的心，咱才有这么稳固阿母啊的心，灵魂伊的天性，咱只有恢复先天性呐，这是咱的本性。你行清楚的脑神，我有一点先天的你。则带有金宝降心意啊，将着这点灵性恢复咱的天灵。金宝娘娘伊遮尼啊清净啊，这是咱带有先天的灵性做主啊，咱的现场是咱本源找出着这点心。咱才这么顺甲老母啊的性，将着天元这点地，行回清净咱的顺意。老母娘啊，爱咱有这么啊清的心，这是咱取着先天元呐。阿母啊，这么顺呐，是咱一条。先天的顺性，
金宝啊，搁再予咱福灵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出现。这是咱的灵魂带质啊，咱的清净，顺甲这么稳定，母娘这条灵气，伊是要入净倒转来。这是咱清楚这点气，母啊，伊的心顺咱的心入来。真源这个天地，拢是安住咱这条性质，灵魂本于道心，开源定住现身，灵魂的天性，我伫当下咱的本性，母啊的天意，咱只有道定顺性。拢是这点缘，要有咱的本源本性，这条心，将着清体咱的灵性，咱才有心来做主定。这是随母啊，这天气，咱临场会当表示，出自咱个人这个心主定，拢是。这条灵魂的天界，因在咱即马情缘神伊的原型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理，只有精气甲咱慢掉咧，咱才有这个神伊的主宰，是咱即马照着天缘，母啊伊的灵性，回到正法正神。传咱一点气，落伫清净的心。我有顺着先天的本性，咱再来讲兑现咱的天性，是这条清楚的灵气。咱再来行顺家的心，虽然有定。这条灵魂，母啊来讲，顺咱的心，这是清楚的天界。大虚空，咱的本性，你有这么顺的天理，我再来行顺家的心，这是清净的天意啦。我落家顺心。恢复正缘正心，咱才有这么稳的天意，是咱本源道性。咱再来讲，行回清楚咱的本性，无形伊的法界，只有掀开咱顺定的心，这是天缘的气场。落伫咱这么稳当的心，一股清净的天理，咱只有掀开老母啊的心开，是伊清楚的灵性，带咱掀开心境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气场，咱才有这么稳固老母啊的心。随着先天的真意，老母娘娘出道神，这是灵魂的天界，集中咱开源的自在。你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正出到原形，这是咱道界清体，心灵啊，自然。清净，咱对着法自然生，咱才有原体原形啊！这个净心，这粒是咱的原装。我爱是清楚这个天，开咱道家这个心，向着咱的源，这粒灵性，开发着咱的心性。
这是清净的天灵，归咱顺家落神灵魂伊的天理，清灵落神，伫通咱的天界，伏伫咱的内定自然心，我有一点灵气，住伫咱顺家的心。现伫咱这么顺的天意啦，将着正法正神，咱只有显明咱的天意。你爱则是天元神，落伫现世的心。咱有清楚这条灵性，这点顺家的天神啊。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，一个清体本灵，根本娘娘的灵气，只有开放咱先天的元神，是咱一点灵魂，搁再现回来这个心，团结着这么稳固的心意。上苍这点愿灵，爱咱团回先天的心意。我有见愿天愿神，才有这么明，这是清楚的法界，大虚空咱的主宰。照着这条灵源的天理，咱再来团。清净的心意，拢是无形这条灵性，悟到先天这尊神明，这是咱的天。阿母啊，见咱顺家的心，我有这条灵源的天命，再来讲顺家咱的心意。将着清净这个天界，铺伫咱即马这个心最主，这是咱出元天的圣意啊！这口气，现伫咱顺家这个天地，本无咱的灵来为主啊，是咱这条先天路性，根本啊，予咱这尊神出现。拢是无性的开源，咱照这么顺的心团围，是咱家己要明了明白，在世间咱这条魂为主啊，这就是咱通甲脑神定调咱的原性，啊，无啊，这尊神伊的原形，是咱。搁再复明复原体，咱才有在世进入到咱无这个圣意，开发咱的脑中、咱的脑神这个元能，这是咱生能的所在啊！进入到通这个天理啊，活伫当下，咱的心开，真理的天界。本无啊，这个气流，咱回到清净这个天性，心知咱这尊神，这是咱的天元。阿母啊，爱咱顺甲这么正，内底这个心清，拢是咱的缘来生成。啊，我走现场这个灵性。恢复咱的天理，清净咱的元神，这是无形的天界，一点清净落神，开源这个天命，予咱来讲兑现心的安静，真灵现世缘。
道能现心情，是咱行回这点意，清净咱的灵性，悟到出家这尊心，这是咱的天灵本源心，精出来咱的灵源，这是咱的天理元能啊，元性啊，这个元气，将着这点灵性，咱所生啊无中的本性，咱照这个元，这个理来讲着清楚咱这个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慢入来，咱这个气通。我以清界这个天理，咱照母娘这条性义开源，是咱要甲开破，咱要甲开明啊！这就是咱拍开咱的源头，一个清楚咱的天理，来讲着顺当的咱的心，真愿天意无形性，传咱道家正天性，上苍伊的灵性，只有咱来讲恢复咱的天性，这是带伫咱这个心内底安住，是咱正正正原体本意啦。这就是咱顺着这条灵性，这世人咱要倒转来归位，是咱清楚这点理，我再来悟到先天的顺心，灵魂一天界啦，落伫正缘心在，是咱这条天缘的主，咱才有这点清楚的天意，灵魂伊的法界。是咱直通现在，上苍伊的灵性，只有照咱的源，这个灵气生出着咱这条清楚的脑筋，是咱即马这个脑筋谱，咱才有原体这个真能，予咱来讲出家这个心声，是咱无形这个天地，用着真心。要来教家己，修咱这股气，完完全全、明明白白、正正当当，恢复这个天理啦。咱只有对得咱家己尔尔，无外国取出来，无乌白编的，无乌白讲的话语，是咱这个气会相通啦，直流入流咱的灵性啦。当下咱的天意，只有咱来讲，着顺驾咱的心，恢复清净这点灵气，咱只有兑现咱的心，这是清楚的灵性，一个兑现的本性，这是上苍的天意，咱会着出家的心。你有这条先天的理，直传咱的心意。阿母啊，爱咱显得清楚。你照这个神的电波，这个光力，是咱照着母娘这个光，引咱这条路线，显得咱的心出去。这是先天的灵性啦。母啊，一定住咱的心，发射着这条先天的理，大道的金光，真愿本意是天性，悟到正法是通明，内定则是咱的气啦，直通咱的天元，气场咱的心清。拢是献开咱这点性，咱才有现世的灵
传咱一定真自在。上苍爱咱以心真甲教，因为天是中福的，所以咱只有用中心点，伫遮来顺气，顺咱母娘这个元能，这才是咱的元心嘛，元生啊，不动，照着天元这个气流，咱才有这个心的流动。我才有这个心的电波，拍开咱老母啊，这个金刚路线，带指令铺在现场，心到源头，咱的灵气，一股清体，咱的顺利，这是无形的天界，落在主头，咱的心，我有一点清楚的法界，来讲到兑现咱的自在，这是咱顺着先天的灵气，现伫咱这样的顺家的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理，打通咱稳定老母啊这个圣意，将着通灵咱的天界，铺伫灵魂这个自在，这是咱的天元的灵性，咱才有这么正当奉天的命令，是咱行回这条灵柱，金母啊，予咱顺着心，这么自在，这就是咱各有正教，修炼咱的本性，恢复着咱的祖宗。中原啊，中美这个流通，这是咱清楚这个天理。他壳内底这粒元神出现，灵元有咱一点理，本无来生，顺着当下咱的气流，转伫咱的一定现世神，真灵这间气，顺着。通灵咱的心，一个掀开咱的灵性，恢复这条天元心，这是咱的天灵。阿母啊，行咱这么啊清净，顺着这间气，咱带有落家这条心，这是咱清楚。的天界铺在咱的内顶，顺天理啦，上苍的天意啦，我来回出清净心，落在原形咱的本意啦，老母定住咱的心性，出咱源头母娘心，开源一点灵气。恢复正元正天性，是咱主要这个天，是咱来讲出家这点意啦。上苍伊的灵性，现伫咱顺家这条心，真理的灵气，落伫顺当爱的心，我有这条先天的家。现伫咱的主塔，上苍爱咱落定，心愿这点意呀，天元顺落现世界，清楚这点灵现光，这是咱的清楚天意。老母啊，教咱上天空，点到咱这条灵，有咱原来。这个本根，这是咱的灵性根啊，不是咱的德根啊。这就是咱讲的天理，对着咱个人这个德的根，因果咱即马这个性，就是咱的灵根，顺着先天这个意，大母回转
咱的心，落加咱的天意，敲开咱这条灵性，愿天闹正天命，予咱来讲着顺加咱的心情，随着一点气啦，咱再来讲行回咱的心，尽管一点气啦，咱爱定住啊，咱的心，这是清楚咱的天界，一点顺加自在，真灵这个天意，开源老母的心，伴住咱这点灵魂，带予咱顺加的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界，铺伫咱的内顶。母啊的天理，爱咱见先天的圣意，我才有这么稳当灵魂伊的天性，一个通灵咱的天元。阿母啊，有这点天灵的本意，这是咱顺着先天的灵性，一个顺道回来的清净。开源本意是天性，照着咱通灵，则是心境。我有这条天元的圣意，栽培咱老母伊的原形出味啦。上苍伊的天性，咱只有见光。咱爱是先天的你，转回着正觉到咱的性。这个原境，这个原神，咱只有讲天意，予咱归元这条灵性，开发咱的脑神经做主，真理的天灵，落伫咱的心开用，转伫咱这么顺的天命，归咱顺家这条心。悟到正源，咱的本意来传，咱的心定，这个完整的天性，咱只有顺着本源本性质，是咱直通这个灵性，神伊的主宰，恢复到正源正神，这是咱的天理啦，在世。咱已经静住天元的天意，悟到真灵无性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咱才有这点清楚的本性，是以先天的你流露咱的原心，主宰这是天意啦。开源则是无性，直通咱的天界啦，叫醒咱的顺性，一点清净的天啦，我才有顺道倒来老母的心，这是上苍的天性，开发脑中咱的心灵，对着先天这点气。咱只有看出咱家己了尔，这粒真心只有家己现，家己自修，家己感应，家己自练，自悟自省，是咱即马自觉的天意啦。传播咱即马见元天，母娘伊的灵性，这点可靠的清净，是咱。这条先天源，回咱老母心落定，真灵这个天意，咱来讲着出家老母心。你有这点天源的灵性，开发咱的脑中神直通，这是咱在世的灵感直觉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悟。悟咱即马即个天意啊，咱受着正传、正道，
这是咱的店铺啊，神的力啦、啊！我才有这么明，内底这条心直弄啊！这就是相通，咱的交通，咱的互交，这种本性啊，归因。真源这个天地，咱就用因代表好吧？是咱照着先天的灵性。这股气，咱顺着阿母啊，伊所传所给咱的，啊，这才是咱的福禄。咱即马所讲的核心，真幸福啦，得到这点灵魂，我爱行回咱的灵气，顺着这条通灵的天界，回到正理，咱的心是咱这条。正法正天神落在顺家，咱的显明归在咱这条先天的气流露，这是老母啊的性，真灵的天意啦，开源对着心境，出在咱的现世元灵，无形本无。本无影，本无食，本无声。但是，咱要讲的是清因入来，咱即马这个原性质啦，这是上界清气流流的，无污染着的，无咱现主是法尘，这种来甲咱念的，来甲咱侵占的，爱咱这个元神对伊行的，是咱家己这个气吧。咱有这个威武，咱才有实际这个庄严度。神爱有力啦，爱有光啊，这就是咱在世的天性，要演出着咱的情景，是咱行家己会当知影。伫你即马这条路线出境，是咱这点灵气呀。咱规身躯好诶环境啊，这则是咱讲通灵，互你活自在，心得到咱诶元宝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性，咱诶灵，这个元宝，所以讲咱是这个圣灵，这个顺家，这个法宝，咱则叫做灵宝。灵的重要啦，灵也出家啦，随着咱这个心嘛，正自在啦，掀开着咱的真法本无，自然生带咱的智，和咱复原这个天性，这个天智，这是咱上界宝贵的，上界价值性的啦，做人咱的天意啦。灵宝开路，咱的顺心，真愿定住是天爱，敬咱清净是神，度咱的本源本性，增长咱的天理啦，发射着灵主这点灵气啦，来讲着兑现咱的心，随着咱的母这点灵性。只有来讲到天，是咱母啊，这个灵魂转伫咱自然生，大这个主头，双母啊，就是天主啊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灵性啊，对着咱的灵魂也当做主啊，本生嘛，是咱这点灵气，倒当来母体。这种光明光荣，得到先天的灵气，出家咱的用心来，传到大天大圣，增援这个天地，集中咱的灵气啦，恢复正灵咱的本性，咱才出家现场，上苍这粒种子。献开咱顺家的心意，是咱恢复
正愿心，天灵的天意啦。我来见无顺事，有咱这条先天命啦。大虚空因咱心静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气定。我造金宝带一个心，咱有一条先天的灵性，因伫咱这个顺家的生命，上冲一点灵气，现伫咱出家这个心意，我有顺家。这个灵性，这口气，会当定出来。这个天，是咱顺着先天的理，脑海脑神图来做主。这是咱的缘啊，咱才有这么明的心，正甲咱的原体原形啊，合本。真灵是天意。出原体是灵气，开元至尊天性，灵元顺家安定。有咱随着先天的性，本清咱的天元，一点清净中咱的天界，掀开咱的脑神元性，随着天意本落命。甲咱自然显灵，顺着一点气，咱来掀开上天神。灵魂有一点理啦，我只有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心意，将着先天的灵性，一个掀开咱的天命，这点是咱的天意。老母啊，献伫咱的心，定住咱一点灵，献开老母啊的心，咱有正法这条灵性，一个通灵咱的天神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只有献到咱的清净，这是咱的天意，天本清。无落去，只有这个气会当进入咱这个心头，做主咱的现样，咱才会当讲现世界咱人的话。这是咱的质啦，恢复着咱的本质，上冲的灵气啦。我来安住家己，心情有无意啊？开源有道理。现咱清净的圣天啦，灵源自在现元灵，稳定无形净，一条先天的净。老母来讲顺界的心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集中咱的出生原来啊，随着咱这条先天理，掀开各有顺序。这是清净的天界，金宝啊，行咱稳定的心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对着咱顺界生命，上苍的天意啦。我来道家顺利，应咱开元宝性，咱才有这么稳固的天性。是你掀开，咱才有这点顺界心；是咱道家现世心，我才来亲身见老母啊一灵，真缘一点滴，带予咱做主这条心。这是咱清楚的天缘，老母啊转到心境。天元有无落灵，拍通现代心境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理，落定咱家己，修咱无上这条性，开元转落安定，是咱出在先天灵，
是咱道家无娘心，真愿天意无中来，假使现世自然生，灵魂出家在天愿，无上来到正天意，天灵归来观天书，教咱自然应无性，落在清体咱的灵性，开源定住咱的天灵，上苍有咱本意，开源正加落神，扶持咱这条先天愿，带咱老母这条心，归咱有运顺落定，落来清体咱的本性，阿母啊自在咱的心，开源安住咱的意。是咱这条先天的灵性，金木落架，咱的灵，咱爱顺架入境，化伫咱这条先天的理，入在虚空，咱的大道神，灵魂后正法界，开灵传播咱的天台，灵源顺架无让伊出定咱的天，奉着正源这个灵性。开路咱的本性，老母这条灵光，现伫咱的原本性，开源传灵，咱的清净。